是美好的日子，那是美好的过程，完美的段落，那是美好的开始，美好的生活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们可不可以重来？不是我说过你没事不要闹情绪？没有啊。你没有吗？你自己先冷静再说好吗？你看看你自己还说很冷静，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听我讲话对不对？对。柔软的部分都献给你，如果你还是看不到我的话。